主料：黄瓜两根，鸡蛋两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香葱一根，洋葱、生抽、香油两滴。准备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十分钟内。黄瓜切丝，洋葱、香葱切粒，鸡蛋打散，热锅里爆香香葱粒，放入鸡蛋炒散后盛起。锅内重新放油，爆香洋葱粒，放入黄瓜丝翻炒，放食盐调味，加一点生抽，翻炒均匀后放入炒好的鸡蛋，翻炒均匀后滴上一两滴香油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用爆香的香葱油炒鸡蛋，味道里含有香葱油的滋味，使鸡蛋吃起来会更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